各位大家乡亲啊，和民进党三十党啊，会使啦，真的可以的啦。三十党啊，台南人完全不欠民进党的，对吧？各位乡亲，他已经站在庙口供冷霸丢啊，农界没有金脉，农界没有钱脉，农界只有一颗心，为台南乡亲拼看卖。这个是咱行街的人就知影，我们下象棋，过河的竹子只有往前冲，没有退路。两届这届放弃了市议员，专心拼这个市长，就是把他一生经营台南，所有的想法、所有的理念、所有的梦想、所有的计划、所有对台南规划美好的未来，过河的竹子往前冲，大家拍拍一下吧。一张选票，信赖我一摆，你已经给他三十档的机会。谁那老人根本伊无要甲你照顾，伊讲我唔免做代志，我唔免照顾你，你的票先不能甲甲断落去，你听了敢会生气？你已经等伊三十档啊！我无爱你八档，我爱你四档了。但是我拄仔讲的证件啊，一档内底我无甲你履行反省，吃了解天地为证，心灵为鉴，伫舞台顶向你施尽谢罪。封关民调进行，两届已经拍五五波啊！最后最后紧要的关头，你什么执政党哦？下面党执政了，不管都几党执政了，上惊啥？选情非常冷，这路令因路惊，为什么？大家对执政不满，又不敢讲话，怕被查水表，怕被骂。怕被找麻烦，所以执政的人上怕选情冷，大家都不讲话。执政的人上怕啥？民意调查的时候不表态的特别的高，这执政的人就变得没有把握。现在台南乡亲要不要决定要回给什么人的不表态数字实在是太高，这代表啥？我们台南乡亲，我们民心思变，对不？对。你可以傻的当，把他当亲生儿子，看着民进党一天天大喊，结果贪污严重到这种程度，我们民进党的良心许信良的弟弟许国泰，台湾人最骄傲的诺贝尔奖得主，第一个得主李远哲，都看不下去了，你那里贪污歪哥愈来愈严重，请问台南乡亲，我们支持民进党，我们是希望他把心放在人民的身上，还是希望他把心放在金钱跟权力的身上？大家说是不是放在人心的身上？对，是不是希望他们把所有执政最主要的目标放在照顾人民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两个做西单看门啊，做四年，不怕货比货，就怕不识货。两届四年可以冲蛋白区，你看这贵贵的当，所有蛋白区我们的农产品、水产品，所有的产品，两届一马当先往外冲，帮他销售出去。我头拄啊伫台南市啊，我就讲，年轻人玩网路，开车的看马路，进产呢看水路，所以两届。在台南蛋白区，所有农民朋友渔产的他们的水路，把水路弄好，农产品、水产品做好，最关键要卖出去。第二大问题要卖一个好价格。你看，两家在台南做起完，所有台南蛋白区的产品，伊都一马当先往外冲。第二，整个台南市是人文的。是教育的，是文化的，是工商业发展的蛋黄区。两届嘛，各位一定要货出去，人进来，这样子，
台南才有更美好的未来。就梁家已经完全准备好了。讲一句歹听，我甲梁家啊，我们两个人部拢叫李嘉芬啦，我嘛看到伊敢若照镜子同款，两个部拢李嘉芬啦。我甲台南乡亲报告，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一个男人就像一锅汤，这锅汤煮到嘟嘟好时阵，你就要把它喝下去。如果你不喝，你继续，这个汤会干掉。梁家完全成熟了，几十年的投入台南乡亲的服务，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、有自己思想的、有自己远见的，一心一意要为台南的未来来拍表。各位台南乡亲，我们只欠你手上这一张神圣的选票，所以今天国瑜魏惠宁过来拼了一次，第二次参加就是投票前四天，要拜托我们台南乡亲，整整30年台南都笼罩在民进党执政的这个乌云之下。谢龙介当选11月26号，我们把乌云挪开，把这个贪污腐败的民进党让他们了解，民主民主，人民做主，人民是最重大的，不是政党是最大的，人民是政党的爸爸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30年，我们把乌云挪开，11月26号，换梁家做市长，我们让台南的天空绽放出彩云，好不好？好。梁家选调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台南乡亲的厚爱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这么辛苦、这么打拼，而且台南乡亲只会给他一次机会，只会给他一次机会，做不好，4年后谢龙介一定会滚，一定会滚蛋，不会再投他。所以应该一定会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。各位亲爱的台南乡亲，在最后决定的关头，要拜托大家集中所有的选票，全力支持我们谢龙介，好不好？好。祝福大台南所有的乡亲，阖家平安、幸福美好。11月26号，谢龙介顺利高票当选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很屌。听谢龙介。支持梁家，咱家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韩国瑜甲梁家徛做伙，都欠一个李嘉芬呐。哈哈，甲嘉芬啊，加油一下！阿哥阿贤啊，无起来呢，因为我惊韩国的淋到。没啦没啦，身材不一样，身材不一样。要甲大家报告，拄只韩市长讲的，梁家准备好啊，即马拄啊好当着时，拄啊下咱台南市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看到台南的老人。65岁以上的长辈，真唔甘。六都内底，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高雄，对长辈时代拢有健保的补助，台南市无。澎湖家人，其他非六都嘛拢有诶有补助，台南市无。所以阮的团队提出。11月26日当选，明年开始，长辈时代老人健保免费，对不对？对。营养午餐免费，对不对？对。台南市一档的预算1020亿，加大开起来20几亿，但是咱的黄市长讲这是了尾仔囝的政策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我认为黄市长可能真忝啊，做了真忝啊。伊应该爱甲台南市这30多万长辈时代公开道歉。对。咱毋是里顶的国民，咱嘛毋是里顶的城市。其实
老人健保免费加营养午餐免费，最主要是咧减轻少年人的负担嘛。咱台南市这四年来，45岁以下的人搬离开台南市有7万外，人口才减3万5，所以搬回来的老人有3万外，老人回来，少年人出去。这个城市就越来越稀微，所以我们的团队希望带给城市快乐，希望带给城市不忙。但是这个城市如果没有给少年人机会，没有给少年人希望，这个城市就永远没有不忙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跟少年人说，请你别走啊，伊讲龙岗乡我无走袂使啊，我压力真大啊，我得来北部较拼有机会啊。所以龙岗提出00688青年住宅第一档、第二档大免惊的，唔免纳租金。第三档、第四档租金拍6折，第五档、第六档租金拍8折。我给你6档打基础，换来你未来20档的大进步。大家拍拍一下好不好？哎，拍拍啊！感动感动！我来减轻着你的负担。足些爸爸妈妈长辈的健保费是挂伫少年人的身躯顶的。足些屋里上个阿公啊，谅解你讲的健保费一个月820，我也毋捌咧纳啦。哼，我阿伯啊，唔是你唔捌咧纳。是恁后生、恁查某囝甲你落去啊，所以你若是一个爸爸妈妈，你一个月就1750。你若挂中人中，唔挂伫恁某身躯顶，我甲你讲，你一当就爱加交4万。所以袂使6度5度拢有台南市没有，对不对？有。所以阮的团队拢准备好啊，我嘛甲大家讲。我讲马上办中心，就是治疗官商勾结贪污最好的一点药啊！这是苏南省老市长留落来的，对无？对。伊甲我讲安怎？黄市长讲啊，迄退市啊啦，迄较早40几年前、50年前无赖啦，无 email。各位市大，你有甲市政府赖无？有。伊有甲你回无？无。你有加 email 无？有，伊有加你回无？有。安尼有赖甲无赖有啥物关系？重点是市长的态度，爱是过来。我会知啊，市长是新营一个，台南一个，会知啊，8点上班到下午12点无关门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君子一言一中，食两界所讲的，老人健保免费。营养午餐免费，生囝补助第一梯3万，第二梯5万，尿珠啊不免钱。一个红孩仔出世，到3岁、3岁半打掉，拢总甲你下几领尿珠啊，你唔知啊？我甲你讲，你敢那足认真，你赶去拼本事。一个红孩仔一世人3冬外，甲你下4000领尿珠啊，尿珠啊工厂甲你算好好。咱台南市有一间世界第一流的尿珠仔工厂，由咱市政府来甲伊讲，未来台南市的红孩仔出世，拢总由市政府替你下尿珠仔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安尼一个少年人生一个囝，阁省4万外。生囝简单，饲囝困难呐、啊。所以咱爱斗生以外，爱阁甲斗饲。安尼，咱才会当变作一个幸福快乐的城市。各位士大，对方钱多那老爸，用庞大的行政资源，买收着所有的媒体，所以只有靠恁，靠恁用网络来斗小报，恁来斗小报，看呀，伊咧买电视广告，对不对？12月26日暝到，
三十担无论题，民主社会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谅解甲恁承诺，我只有做四担，因为我知影台南市有足多民进党的支持者，伊讲谅解啊，你提出来的政策真正有够好，毋是着嘛拢无做，但是八担伤久啦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会晓做的大家清闲，袂晓做的大家就去造情。谅解啊，四担会当做咱八担的工课，你一张选票，等我吃谅解，我甲你用四担，予你幸福四十担。好，吃谅解，动算，吃谅解，动算，谅解谅解，吃谅解，动算动算动算。所以各位电视机头前的台南乡亲士大。用你一张选票，信任谅解一摆，一张选票信赖我一摆，你已经给伊三十档的机会。是安那老人根本伊无要甲你照顾，伊讲我唔免做代志，我唔免照顾你，恁的票先本会甲甲断落去，你听了敢会生气？好，生气。你已经断伊三十档啊，我无爱你八档。我爱你四当就好，但是我拄仔讲的证件啊，一当内底，我无甲你履行完成，吃谅解，天地为证，心明为鉴，伫舞台顶向你施职谢罪。吃谅解，动算。吃谅解，动算。了解了解，吃谅解，动算动算动算。我要甲恁证明做会到，才做过市长。1020亿的预算，摕3%，照顾老人甲囡仔，不如就是台南市的行政资源重新分配，那莫官商勾结，过头过面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台南家己搁较好，台南嘛应该搁较好，台南嘛绝对会较好。11月2日，用你的选票信赖吃谅解的团队一摆，搁甲你报告一下，用你的选票信赖吃谅解一摆，台南爱改变，听少吃谅解，你给我四当，我给你幸福四十当。阴暗是温暖的暗暝，我知影恁信赖我，但是恁若无用网络甲推播出去，咱游园这老人爱搁艰苦四冬，甚至八冬，咱的囡仔同款营养午餐，少年的爸爸妈妈爱继续负担，所以咱是一家人。咱拢是一家人，你甲我，咱是一家人，你就是跟我同款，咱是兄弟姊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咱的团队快快乐乐，咱即马就甲韩市长、甲大家做伙来唱一首歌。咱拢是一家人。